阿雅没尽到照顾兔兔小白的责任，眼看小白快死了，害怕被责备的阿雅会说出小白生病的真正原因吗？刚来的转学生，外形像坏人，没想到他的功课、运动、品性样样好，大家都围着他转，为什么只有阿雅不能靠近呢？敬请收看《天庭小子小乾坤》。神奇。